刚怎么可以在那边说那些话，然后做那些事，然后你还？因为我不想再隐瞒自己的感情，我很诚实地面对你，也面对我自己。我已经把最真实的自己袒露在你面前，不管你的回应是什么，我都接受。所以你是认真的？当然。可是，在你心里，我是个男的，你会不会？是一时的错觉，不是。不管你是男是女，我爱的人都这样。或许日子总是难以心碎。办公室不太好啊。有什么不好啊？现在上班时间，我又是你的特助。特助就是要满足总经理所有需求啊。万一被人家看到怎么办呢？那就给我们看到嘛。都已经跟我在一起了，我们现在是情侣。是啊，可是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？什么？我们的关系可不可以低调一点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偷偷摸摸不能光明正大？只要低调一阵子就好，再过一阵子就可以光明正大。为什么要再过一阵子啊？因为我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调试。好，答应你。谢谢。那我们以后在办公室，可不可以不要有太亲密的动作？太亲密的动作？这样子可以吗？可以。那这样子。总经理办公室，你好。电话找你的。喂，那个放我桌上就好了。